去酒店吃下午茶都想有些新意思，不如试下尖沙咀这间酒店啦。同日本护肤品牌合作，新推出的粤式下午茶由越南厨师主理，不单止卖相精致，连味道都很啱香港人口味的。这个下午茶分量十足，除了有四款咸点和四款甜品之外，还包了两碗粉面。客人可以选择粤式生熟牛肉河或者虾头油海鲜番茄汤米线，一定够晒饱肚啦。个汤好清甜，牛肉又嫩，配上爽滑的河粉，非常推介。青木瓜沙律入口清新，口感丰富，大虾上台香喷喷，虾肉够晒爽弹又野味。甜品方面，这一款外形优雅，里面包住青苹果慕斯，味道酸香，果冻口感滑溜，带有淡淡的花茶香。食完下午茶，酒店还会送出价值400元的护肤体验套餐，最适合秋天转季用的了。请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，记得按个钟仔啊。